What?你还要跟妈妈要钱？妈妈，我已经45岁了，不要再叫我，你已经用钱过生活了好吗？因为他有女朋友了，太嚣张了。没结婚都是小朋友。妈妈，即将要结婚了，即将要结婚了。有有有有，妈妈我爱你。哇！简单就好，简单就好，很棒。好，那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比赛，好，特别要跟全天下妈妈致敬，叫听妈妈的话 PK 赛。红包，红包，红包，红包！不要一天到晚要钱呐。我们现在邀请到的哈，这今天这三位呢，都是特别精挑细选。首先邀请辣妹驾到，张秀清小姐。我瘦了，辣辣辣辣。对，那个彩华姐来都发红包。彩华姐，那是你家的代志啊，你哪知道讲到要发红包？你有没发红包？母亲节是你们要发给我，好不好？这里面，对，这里面谁最 UK？ 谁 UK？ 没有，没有，这朋友，小弟姐这样讲，感觉要进贡、进贡的感觉。我们发了，我们要进贡，我们要红包，快生气了，那是最好的礼物。你看到他的头发，以为是康乃馨哦。哎呦呢！好，我们一直以来都讲说这个秀清姐之前模仿的叶爱玲很像，对不对？好，今天你今天也带了一个儿子，假欧弟阿庞哥。恭喜欧弟，恭喜欧弟，恭喜欧弟！好硬讲啊！刚刚给我介绍上庞兄弟，你这样刚 A 弟，哎，这个你现在属老啊？属老，阿贝，阿妹，阿贝，阿妹，你最近伙食没败哦，你散了嘞哈！今天代替尽一下孝道啦。对，我今天喉咙真的很强大，重量级，老弱不如。哎，谁接一整个都会让你问。啊，黑队这边好有这个战斗力也非常强的，谢谢。我又来了。今天要担任这个母亲节的代表，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对啊，就像他，这是我长子，我就是他的母亲代表，好长啊！长好像智商就大了，你不用看节目，但是不用那么急的发挥。他又害怕，你又害怕他比你红。好，今天是真的有奖金可以拿的哈，我们等一下分成两边 PK， 看到这边重量级的，还有战斗力很强的，我们两边 PK， 赢的队伍呢，每一关可以拿一张贴纸，最后抽到的人可以进行奖金大锅铲。新的，今天好好的玩，好好抢奖金，来准备进关卡。今天好好来抢奖金，大家回去尽个孝道哈。我们今天呢是分两队 PK， 等一下呢轮流抽球啊。如果说都没有抽出那个 lucky ball 的话，就要猜拳决定。啊，今天 lucky 卡很多，第一个全职妈妈，半花妈，半花妈，现在很难有全职妈妈。冻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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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妈驾到！我老公小我12岁。阿莲子16岁，怎么每个都是直妈妈？直像是妈妈，林妈妈卡好了。啊，我女儿姓林啊，对啊，我马林妈妈。林老母啊！来，下面的妈妈竞争力，现在做妈妈这个东西竞争力很强。你看妈妈要一个比一个漂亮啊、哦！来看下面的，讲到我现在6000块钱，一万块钱，来。
拿回去。好，来，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这边的特展区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海洋鱼类知识，也有滨海鸟类的标本跟纸雕艺术，是非常寓教于乐的场所。第一站就在这个地方啊，通常我们讲说母爱呢就像灯塔一样照亮着我们前方，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挑战。好会哦，好会哦，真的是哇塞，哎呦，很有头脑，他父亲节也讲说爸爸像灯塔一样。对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关卡就再来把这个灯，爸爸像宝塔一样。好，因为母爱就像灯塔一样，我们等一下的关卡就是来挑战把这个灯给关掉哈，要玩的就是这个灯灯。母爱如灯，每次派出一人与敌对 PK， 需在限时内将亮起的灯关掉，积分较多的队伍即可获胜。来，两边队长请抽球了。来，队长是谁？秀晶姐，你来抽。秀晶姐，请你抽。队长。Lucky ball， Lucky ball， 风姐，风姐，谁攻？先，卖 Lucky 啊 ，Lucky ball， 先的，先，先来。我们这边妈妈啦，给妈妈抽了，妈妈，要不要？妈妈抽，妈妈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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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 一波，后攻的来，来，听讲，妈妈，不管输赢，妈妈选，妈妈选，好，敢不？随便啦，随便。二三四五六七。就五，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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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告幸运，五告五告是什么？秀晶姐，秀晶姐你要干嘛？秀晶姐，你要坐人家大腿，秀晶姐。还没了，还没了，没有这样乱乱而吃的吧？秀晶姐没了，没了，我们刚开始而已。好吃吗？你这算母亲哦，亲入哦。我可以问一下，这里面哪一张卡是交换吗？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交换，怎么办？看你们表现了，是晶晶吧？恭喜黑队获得10000元奖金，准备进关卡。想想想。20秒的时间哦，预备。大力一点哦，大力一点，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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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差一
颗灯一颗灯而已啊，怎么样怎么样？哎，怎么秀心姐？我要下低度了。秀心姐要下低度。你要多鞋子。哎，买啦！真的买啦！真的买啦！真的买啦！味道嘞。来，来，妈妈对妈妈，妈妈对妈妈对决。来，你来。妈妈对妈妈赏，妈妈赏，妈妈赏，妈妈赏。妈妈赏，妈妈赏。妈妈赏，妈妈啊！你鞋子脱掉，他压到了这里。哎、欸，你那里吐槽感觉对人呐、啊。哎，来，一样，系统归零，二十秒的时间。加油！好慢，好慢。你高难度啊！睡。花花很强，花花很强。花花不错，来左边。妈妈加油，妈妈。妈妈加油。看结果。你们黑队十七，秀心姐13分，十三。因为我们要想哦，平常要逐桌敬酒，他那个这一桌，哎，观众朋友啊，做不公平啦！啊，错啦，我不公平。刚刚后面，你们一直给蓝队降，我是随机的啊，我一直，我光降跑了十次，哎。一直来回冲刺，真的好，还没被点到片。少伟哥帮你抢回来了，他帮你抢回来了。少伟哥，积分没关系啦，你先把自己增高你的积分。对了，你先回到一楼啦，你先回一楼啦。增高。好，来，大家没事，我们看积分第四棒，你们派谁？出桌敬酒。好了，鲶鱼了，来，差不多了吧？先热身一下。来，加油，总经理，来。鲶鱼对小哈，来啊！小哈可以，小哈很重，小哈可以，两个都高的。好来，肌肉来啊，这谁球员？系统归零。小哈是篮球最强的。不，篮球。OK， 小哈很强，小哈 OK。来，成绩是黑队20，红队17。你太强了！厉害！我这种防守球员，不要因为他的那个场子很小，他一个人可以灌，他可以这样子。你哪一个而已？对啊，他怎么可能按19个？他体力哪有这么差？没有，你的范围太大了。啊，好，没事没事，你按19个。机器不会说谎，机器不会说谎。第四名而已，吵什么？机器不会说谎。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管一管。来，下一个谁啦？你们还有谁啦？我啦。阿庞哥。我吗？哎呦！来啊！系统归零，准备。哎呦！好慢，走边，快，走边，走，你看整个要拔走。没有，还好。红队18颗灯，黑队12颗灯。12颗。哎，他刚刚这颗差点带回家了，他直接拔起来。他都没有。哎，人家反而是短颗。因为他没有按，他就不会。哎，他例外嘞。人家应该几乎是最后一棒了吧？来，看下一位，来少宇哥对决。哦。体育班的，来啊。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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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北太久了吧？太夸张了吧？好惨，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也问你，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气球拉长到四十秒啊，来，黑的是38颗的，红的32颗的。机器不会说谎。黑队是121颗灯，红队是125，黑队获胜。红豆要有钱就赢嘛，双赢。来，7K 得胜，获得第一胜了。好，来，全员请回游览车。看到没有？鲶鱼手心。我刚刚真的快很多，你看我左右的移动。我觉得少伟哥也是很快，但是因为少伟哥比较不吃。没有啦，少伟哥按错2个，有倒分，有扣分。然后他移动的比我慢。少伟哥不持久啊，年纪大。这个还是要会懂得那个左右。对，这是真的是我们平常防守在练。对啊，篮球的他是足球挂。关呢，因为是同时进行，所以不用抽球。我们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崇右演艺科技大学。这个地方其实呢，它是培育台湾的流行音乐啊，还有戏剧发展等等，舞蹈、音乐、戏剧全部都培育下来，而且还有跟建教合作。哇！建教合作就培育那些男团啊、女团等等的啊。我们平常啊，在这个地方，我们通常去饭店会试吃什么的。我们今天看看这地方培育出来的男团、女团多厉害，好不好？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现在新世代的唱跳新。
有看得出来台湾新世代的女团有多厉害啦，哦，看得出来。等一下，你们要看到你们的未来就是我。对。好了，各位进关卡了，各位，我们这一关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掌声。妈妈好神拖，每人需接力蹲在抹布上，并让队友用绳子拉至终点，率先完成的队伍即可获胜。耶！啊，是比速度，比速度。我怎么在看我们两个？没有，我在比速度拉。只要蹲在抹布上面拖这件事情，啊，两队应该都有一点障碍啦。好，没关系，到底谁胜谁负，进关卡。OK， 经过了我们女团的应援之后呢，接下来真的是很吃力的一个关卡了。五位队员站在原地，站在抹布上面，由其中一位队员往前拉拉拉，一字一个，看哪一队呢先把五位都拉到对面去。那请问两队各自派出谁来拉？我们派出阿庞。阿庞，阿庞 ，OK。啊，黑队的话不用看了吧？对呀、啊。谁拖得动脚啊？对呀、啊。如果我不拉的话。对呀，当全部了吧？哎，我们都很久了，抽掉车呀。好，来各位，上一想要开始哦。啊，只要脚离开抹布的话，这个人就要从头开始。好，预备，准备好，预备，加油！好，稳了，稳了。好，现在黑队现在才到第三棒而已哦，但是红队已经来到第四棒了。夹住，膝盖夹住，对对，不是你们要完成啊，虽然落后也是要完成这个游戏的。脸皮足啊！这样的话，运动家精神拿出来。来，你看，你看，这样子。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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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队获胜，来，没事没事，全员前进下一关。哎，你这个走路一翻一翻。对啊。买单了。买一买的，只需要八。尊重我们，想让我们输嘛，对不对？十步就一千。好了，我们刚那一关让你们。对啦，啊，不然他们刚刚要生气，要生气。哎，排场排出来一定是我们赢的啊。对，那我们就是要让观众想不到，对，这才是节目啊。红队拿回了一分啊，那我们关心一下小立冬还 OK 吗？他那个脚的 size 整个在我的那个裤子短裤里面塞进去，好啊，冲进去，好，各位现在一样在重用以一科技大学这边进行哦，这个地方其实刚刚才看到是目前的人才了，其实他有提供摄影啊，还有彩妆跟时尚设计等等的专业课程，培育目前幕后的专业影音人才。那接下来玩的游戏，各位今天都穿短裤吗？哎，有人穿长裤，有可以换一下。等一下，请大家把裤子换下来了，因为要换上丝袜了。各位，来要玩的就是这个，等等，司令马赛，每次派出一人与敌对 PK， 双腿丝袜拔河，积分较多的队伍即可获胜。丝袜拔河，双腿丝袜。
脚开开。我想对你今天的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先攻后攻很重要啊！你们派出来的不能够对到谁谁谁。哎呦！所以现在赶快来决定先攻后攻。好，没有在先攻啊！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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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Lucky Ball！该不会15000都是他们的吧？气势气势气势，恭候恭妈妈妈的气势，后恭后恭气势，妈妈的话，来跟着我，先攻。先攻，气势变气势，你比较先进一些。好，来，跟我们一样，由黑队后宫的黑队来进行抽卡。好，来，萱萱，六，萱六六大顺，好，来，加持，来啊，六六大顺，什么？林妈妈，林妈妈，好，各位知道我们民间传统信仰当中呢，最有名的林妈妈就是妈祖林默娘了，所以我们要送你的是妈祖煎饼，好吃的。哎、欸，这个五角波比啊！哇哇哇，有吃有饱，两个人一盒，两个人一盒，啊，里面怎么会这样子？拿来了，还有三盒有吧？拿了，这三盒啊！哎呦，好可爱哦！你们真的要把福气跟对我对起来吃哎，因为把妈祖吃掉怎么好意思？没有，这是把宝药给吃进肚子里面啦。对啊，是吗？这个要吃的，这个放着会成功。好了，恭喜我们黑队又拿了一个礼物。其实进关卡。场面很奇妙，两位都包上了这个尿裤子，我以为是。对，请大家手不要再放在那个位置了哈。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就是丝袜拔河的部分。等一下你们会计时一分钟，在一分钟之内呢想办法把这个对方的丝袜拉下来。好，那一分钟之内拉几条丝袜就累积几分。好，各位，我们现在要计时一分钟。刚才红队先发，已经派出了马力，然后你们用黑队是黄花。来，计时一分钟，预备。好，加油！小孩一样，这个看起来很累啊。这因为一分钟之内没有任何人拉掉一条丝袜，都是我觉得我刚刚空中翻，这样要算我们赢吧？翻了很多圈，太难。没有，我们是算六组累积下来的分数，啊，所以不是一比一这样子，就拔不起来。明明就是拔河，那你们积液的状况很像生产过程，两个都像生产。拔一个呀，对啊。刚才这边所有人的回避的跟什么一样？啊，对，属牛的、属猪的，不能看。回避，我一看我属什么？我属猪的，不能看。那个那个冲到冲到掉了，怎么了？兄弟，刷掉。好可怕，我可以退通告。哎，你等一下也要这样打。对呀。让给秀清姐一点时间评估，你们先派下一个人出来好不好？先派下一位，我派出阿庞啊！好好好，你们要用谁对阿庞？感觉阿庞都桃花了啦，桃花，桃花了。好，阿庞对小阿重量级对决，请这位。我跟小阿哥哦，哎。第二组重量级对决，巨婴对巨婴啊！好，来计时一分钟哦。两只巨婴，预备。这个不要太急，加油！加油！加油！快点防守，防守，防守！不要被弄掉，不要防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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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整个拉过去耶。你的歪声，你的叫声，歪声歪声，拉力太猛了，厉害。红队，黑队拿下两分，黑队拿下两分，他拉不住，太可怕。赶快，红队，红队，他们现在是过去耶。艳遇，好，来哦，来哦，来，来，我来。艳遇，艳遇，艳遇，来，来，艳遇，接下来你们派谁 ？OK， 艳遇对锋线，这位。伤兵大对决，伤兵大对决，一个内置，啊，一个乐高，啊，长脚丸应该不太一样，状况，哎，两旁小心，两旁要小心，他们脚很长，被揍死了，来一杯，秀清姐，秀清姐，我要返回一城了。秀清姐，来来来，你抓嘛，我靠，赶紧变。我跟你讲，这个拉不住了，让秀清姐舒服。不会是？我们派是威廉。慢慢来啊！你不是说是你吗？没有，没有，我你。哎哎哎，等一下，至少视觉是好的。没事啊，没事啊。你要想，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找小哈好了。小哈上错啦！小哈上错啦！你好意思跟我比哦？你好意思吗？所以他不会用权力。好来，妇女保障名额，我们稍微让他拉高一点点，拉高一点。三分之二。你们很奇怪，你到底要叫我怎样？我们刚才说 OK 啊，我们刚刚说 OK 没？好来，准备喽，威廉对上秀清姐，秀清姐你还好吗？在忙什么？秀清姐你的霹雳腰包拉出来，你为什么把霹雳腰包拉出来？下下阿朱嘛，阿朱嘛，阿朱嘛，马上收费，马上收费，我现在很紧。喂，不是你玩玩戏要找钱是？夜市啊，每次派出两人以一对 PK 趣味桌球。秀清姐想要出马了，要返回一城了。秀清姐，来来来，你抓嘛，我靠，赶紧变啊！我跟你讲，这个拉我，为了让秀清姐舒服，不会是？我们派出威廉，慢慢来啊！你不是说是你吗？没有，没有，我是你。哎，好嘞，哎，等一下，这样不公平。没事啊，没事啊。你要想，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找小哈好了。小哈上错啦！小哈上错啦！你好意思跟我比？好，来准备喽，威廉对上秀清姐，秀清姐你还好吗？在忙什么？秀清姐你的霹雳腰包拉出来，导游，导游要找钱，你像阿朱嘛，阿朱嘛，阿朱嘛，马上收费，马上收费，你我现在很紧张，不是、啊、你玩玩戏要找钱是吧？夜市啊，哎，别小费，他能包的，小费啊，小费啊，哎，进步了，进步，你们先脚趾挑逗了，放松一下对方。哎，他怕了，他怕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能吸土啊！给他聊了，他说他不行，他怕了，他怕了，他聊。妈妈，妈妈，阿姨在不在？不要知道，你捏我，你捏啊，你捏，你捏啊！开始了，拜拜拜拜，回来，兄弟，好，兄弟，回来，先生，来来来，先生，回来，先生，回来呀，预备，走。不是，你要加油，再回来，再回来，
维持气势，钢铁人，钢铁人 ，Iron Man， 来 ，Iron Man， 来，预备，加油！我上下，上下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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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这款卡笑，不如赶快回家睡觉。好啦，红队有扳回一城，以两分输给黑队的六分。黑队再下一城，你是红队的骄傲，骄傲。好，来千元，请回后来车。秀清姐，不精彩。秀清姐，回车，回车。母亲节不要再对台湾。
这精彩呢，这精彩呢。我们因为你才叫母亲的伟大，听起来。没事啊，这个大家看得开心嘛。哎，你们开心，我不开心。公爹。开了很多，那么开。我赶快跟大家讲，好，等一下接下来玩的东西啊，不一样的，要打桌球了，一样在同样的理科技大学啊，不一样的玩法啊，不一样的玩法啊，要来玩的就是这个，阿布怕桌球，每次派出两人与敌对 PK 趣味桌球，一人需移动球桌，接到球后队友再用球拍回击，率先得到指定分数的队伍即可获胜。球桌接了一下，拉一下这样。对，所以是算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打桌球的方式。好啦，什么都 OK 啦，就不要再拉丝袜就好了。两边抽球吧，人家够六千块，带你。对，哎，对，快点来，这个一拉开了。快点啦，这个亏钱啊，对啊，开运，妈妈加油，他现在脑中要回忆起来的画面，完了，妈妈竞争力。好，来，这个东西呢，是你们六个人轮流抽扑克牌，最赢的人再跟制作单位 PK， 然后这赢家就可以拿到很好的奖品，很好的奖品。因为这个他说两万多块，妈妈多的，真的。翻转刚好就是刚刚的。哇，你可以用这个练习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很好。你们先抽一个各自背面向上的抽一张，然后往后传。秀心姐来，秀姐先的，妈妈先。秀姐先练练技术，我培养，我要做操作。二三，哎，how much？ 没看到，一点，我们应该是最大吧？我是按数字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我心脏好，BD 是最小的。我心脏好 ，BD 该管。妈妈 ，BD 该管。那每个人抽完不就一定会有一个六嘛？对不对？六抽到一定会有一个最大的啊。抽到六的啦。一起线，二三，揭晓谁是六，一哥，好，请到前面。哎，我觉得我今天不宜出门哎。不会，妈妈，我帮你把奖金赢回来。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的部分，由一哥呢要抽一张牌，跟我们制作单位芒果姐来比大小，赢的话就是那台两万多块的按摩机的。哇，月姐需要一下，拿一张。先抽，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来，你可以先线下，下好离手，先开一哥的，要不要？要来一起，一起，二三，哇，妈妈，继续抽着，华裔队派出的代表，这台怎么样都还是在台上，派出代表，我们派出代表，反正你抽着也是，刚刚不是我请来的啦。好了，可惜一哥跟我们的按摩机擦身而过，来，请问进入下一关。抽到了，最大吧？来，红队要不要讲一下派出这两位？辣妹驾到。
而且秀清姐很会打桌球，她刚才有讲说她的爆发力很好。对，就赶快出我们第一棒的长棒。是，你主持人有水谷准啊？水谷准。太突然了，水准，他瞬间有点忘记水谷准是谁。来，第一回合七分得分制，哪边先拿到七分就赢了。预备 ，Round One。来，预备！我们一直都呈现这样状态，会不会就这样子弄到七分？抢两胜下来，来，就位他们就好了，直接来哈。哎，一根打羽球的耶，很强。先发红队，他们那一队蛮强的，对，最强的。小阿慧太大力呀、啊！来，对，界外，界外吗？又被打到头，通一招给他们，差点被球压死。五八三，
派出三人与敌对 PK， 将洗衣球投进篮子即可得分。划过他。Free.
可惜。快点前进！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他们在装的。对。放水啦！你要看哪有移动啊？好，来来来，看正经的啦！好啦，不要跟前过。耶！好耶！你看跌到我好痛！太早，太早，太早！阿杰，你跟在他后面就好了。一样一样，再再打大一点。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你是说他是做给某人看，对不对？其实他真的，他那个压是代表他是压给他看的。哎呀，压你看！而且我看到秀气姐就闪过去，秀气姐闪超快的，他闪超快的。可能要扎扎实实的。落在我，我整个秒退，你知道吗？好险不是我，好险不是我。玛丽还差点团结，对，走吧，你要不要好好跟玛丽道歉啊？我等一下会抽出6000块还你。就一句话，那我们把他抽走。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6000？哎，那不管是谁抽到6000块，你都要给他补偿。对啊，到时候再讲。好，各位好，稍微让我们心里面还有身体上的聊一下伤哦。我们接下来去的地方是基隆市西定国小，这里特别之处是它的校舍外形是一个城堡的外形，除了漂亮以外呢，有提供多元的课程，还有很多丰富的社团，像是舞蹈社啊、田径队等等。近年来更是屡次在市级的运动比赛当中获得冠军。各位这么有运动家精神，去那边沾染一些运动的气息是 OK 的。接下来下一个要玩的游戏就是这个，孟母三迁，每次派出3人需在腰上绑绳子，并用转圈的方式前进，再将垫子放到中间的圆盘上，花费时间较少的队伍即可获胜。来，这种三千的，好像铁丝网，抽出6000，谁管你抽出3000，我要6000，把它给抽出来，我就是面对他。对，你看，孟母母亲节就是这样。艳红大吉啊！对，四分之一就是妈妈的后宫，最后宫。你想一下，6000是哪一张？6000，这不是想都想出来吗？你不是有拜拜吗？可以啦。好，你剩个三个，来来，你现在干什么？对啊，拜托，拜托，拜托。哎，我们有伤病，你数到3，你把它翻开。你们数，6000，6000，2，3，母亲节快乐！全职妈妈，全职妈妈，真的很温暖。因为其实大家今天
我今天经过了这个一整天之后，这个汗叮叮叮，太大声，还在录影。嘴巴洗干净一点，我们送你一罐洗衣精啊！嘴巴一人一罐洗衣精，一人一罐。哇，这个 OK 啦，全职妈妈的洗衣精，不错不错不错。全传啊，不用全传在后面。对对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也要清一下仓储的部分。为了补偿玛丽，我的这一罐送你啦。没有，没关系，那就来放了。你要补偿，你整罐喝掉啦。刚讲谁？来放啊！干净，把你的人南方的全方妈妈是发给他看的。南方的，把你的通通送给你。好啦，好了，恭喜红队可以获得全职妈妈洗衣机。来，准备进罐卡。这个鸟语花香的环境当中，要玩一个很新的游戏，考验大家的核心到底够不够稳啊！一个脚呢各是一个人，然后等一下每个人都会抓一个垫子，要转，那中间放垫子轮流进行，然后是看两组加在一起完成这个关卡的挑战时间谁比较短。好，来，那我们是红队要先攻，要派三位，是我们先，对啊，从开场到现在都在先攻，对啊，不能和你行动，从古至今，我们只要前面我们都会赢。真的，那我这两胜，对啊，反应好快点，我们为什么都先攻？是谁抽的？我们先卖嘛，对不对？卖先卖，那秀晶我们先上，呀，那不用他自己玩，没有压力，一个高度差，哎，第一组是我们红队的第一组，哎，还没开始，冷静冷静，哈，妈妈很急啊，妈妈，哎呀，啊，中间台子只要掉到地上的话是加十秒啊，啊，其他台子的话要重新来，来，秀清姐先走，好，是由秀清姐开始，预备，预备，妈妈加油，妈妈先，不要急，不要急，看一下，等一下，不急，算了，
觉是那两个人。你要紧才能走。你要高。你要紧，慢慢来。每一圈都要紧的，你才能走。来，你要进这三节啦。你又要进不？你又要进不？要疼，太疼了哟。再近一点，再近一点。惊险的状况啊！2分11秒，两分十一秒，最后一个没掉下来，差一点，差一点，来，独一的，独一的，独一的，两分十一秒，黑队要派哪三位？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秀清姐有办法嫁人了吧？为什么？为什么？腰力好。哦。Thank you, thank you。好，黑队这边也选好了，请就位。黑队的第一组，这组三角关系的感觉，你们要谁先转？三个角的关系，怎么？好，来准备哦，开始计时。对哦，哎，慢，你要缠住，你要缠住，对，用脚。来，可以，还行。好，来，下一个谁？下一个谁？这边要攻。想一下要怎么样应对，好，落后一分钟，来，就位。可以哟。现在是红队的部分哦。OK。太瘦了。确定了，再走，没有。一哥吗？是一哥。有。阿布奈有。一哥。一哥可以跟我校正。一哥。紧了再走。好稳。紧了再走。可以。厉害。庞哥已经要出去了。越来越远了，一哥帮我推一下那个，让他稳一点。敲一下吗？好的，马力不到啊。黑队的第二组，刚才呢统计成绩，红队总共花了3分25秒，那控下来你们要在2分13秒之内才会获胜。预备，来，哎呀，
哎，认真嘞，他认真嘞。哎呦哎呦哎呦！可以了可以了。你不用担心，你要维持哦。又中间一点。好，换我。换我，再什么姿势？什么姿势？哎呦，立冬，哎呦，战斗陀螺，亚洲舞王。可以可以。有，战斗陀螺，再一圈再一圈。可以。真的很稳，你看，对啊，都没有什么，没有 miss 啊，而且很快，啊、很快啦，代表 winner， OK， 各位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两边的队长身上的这个贴纸我们也算一下，黑队是三张，红队是两张，其实也没有输太多啊，对啊，就是排的话就是放弃治疗，反正最后面呢我们也是抽签来决定，所以就算是输了一方都还有机会，我们至少有这个入场券，有了，秀琴姐看起来是很心虚的感觉，我当妈妈的当长辈，我觉得我好像过累了。不会，不会，你就没有看我们，你就算没有来，我们的战力就输了。这是你的问题，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今天有妈妈，我们反而变强了。对啊，还有两张。好，来最后一关，大家打起精神，是认真的三对三的 PK 比赛啊。现在一样在西定国小进行哦，要玩的就是这个。罚跪洗衣板，每次派出三人与敌对 PK， 需坐在板车上移动，并传接洗衣球，将洗衣球投进篮子即可得分，积分较高队伍获胜。好，啊，等一下都要像竞赛哦，坐在那个地方，手上拿这颗洗衣球，很像恶魔果实这样投进对方的，就像三对三那个篮球地上的橄榄球。好，我们是比积分啊，所以各派三位出来，来，第一回合第一场比赛 ，Go。场比赛计时两分钟，来，你们要先猜拳决定一下谁先发球。好球，球是谁的？猜拳，球谁先猜拳决定。剪刀石头布。所以先进攻吗？先进攻。来，给你们，你们决定谁拿。来，哨音一响就两分钟计时哦，记得范围是红框里面。预备。场比赛计时两分钟，来，你们要先猜拳决定一下谁先发球。球是谁的？球谁先猜拳决定？剪刀石头布。所以先进攻吗？先进攻。来，给你们，你们决定谁拿？来，哨音一响就两分钟计时哦，记得范围是红框里面。预备。快点快点
十五秒的时候，由红队这边进行发球。快一点点，对，打去都。机会来，两边请猜拳决定谁发球。好，剪刀石头布。谢谢我们的来。计时两分钟，预备。Round two。你上。哇，这应该是威廉已经抢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现在传球之后。威廉很多小动作，威廉是小动作高手，小心。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谈恋爱啦？在谈恋爱，对啊。他怎么会有娇嗔的感觉？哎，不好意思，你这样子今天贴我们钱哦。我们家先生是很贵的哦。来啊，预备。来，先球进去，传接。来一下。
转身，转身。哎，没有人想要靠近秀清姐。哎，走走走，来给我。暴力狂啊！暴力狂！暴力狂！暴力狂啊！暴力狂！暴力狂！暴力狂！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所谓有情侣雅座。
经到了最后这个罚球，给黑队这边进行罚球。来，预备。桌上是100元的新钞，有500张，总共50000块钱。5万哦！用大锅铲的方式，这个大家过年不要看到妈妈的啦。真的有5万，任何人都不能够碰这张桌子哈，重点要被抽中啊！啊，等一下呢，真的很香哎。被抽中的那一队呢，要派出一个人来，然后呢，可以捞1分钟的时间。那他必须要全部蒙眼睛，全部蒙眼睛。蒙眼睛。如果这一分钟，例如说捞了15秒，他发现没多少钱的话，你们可以自由喊暂停，然后换人。哦。自由喊暂停可以换人。来啊！现在这边四黑六两红。3132哦，有谁要抽？谁要抽？可以，秀晶姐，秀晶姐来吗？秀晶姐，你抽一点，你只要把红队抽出来就好。对啊，看可不可以抽出红色。只要抽出红队就好。你也可以抽出来，不要这样子。黑色，你也抽出来，不要，不要，抽出来不要，这只不要，其实不要对我们不利。这只哦，对啊，不啰嗦。来了啦，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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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打开，打开要看一下。红色，不要的是红色。还有机会啦，剩一只怪妈妈吗？开始责怪妈妈了，一只一只，干嘛妈妈？这丢你妹不？你也可以再抽，然后来来来，换我消失，你再丢几丢，看不完。笑了而已，精彩，你快听啊，又放，再丢一笑，一个不笑。对呀，这丢没？爱干什么？这丢。我呗，我呗，来来来，黑色的，黑色，你在撕开之后可以色啊，红色，红色，对自己叫都没有什么，对啊，就是你们没有热情哎，你是一个被丢掉了，因为我们现在对秀晶姐，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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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预备。哎呀，真的很强哎，厉害，捞很多，超多。秀晶姐，秀晶姐，你先不要拿，你觉得你自己捞了多少？大概500。500块钱，哇，这个算是还算高估了一点。而且还赚200。哎，我觉得你给他分笑，怎么？他说两百作弊边缘。对，这个算我们送你的200啦。哎，你们要换人吗？要。一哥要来了，一哥。各位观众，还有22秒时间，预备。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他是可以集出。
厨师，美食厨师，品尝很好，很好。点一下这边的数量，需要好好努力。就三六三大奶块，恭喜红队获得胜牌，谢谢谢金姐大妹，大妹，金姐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三公司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今天这个太旧换新大作战呢，就是希望大家，我们会选出一位，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位要放三个月的无薪假。我们这一群人影响只会六年，有需要这样逼大家下车吗？好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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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也三个月而已，也不是什么三年，对不对？是啊，那我觉得如果走那个人一定会心情很不好。哎，就不一定。虽然说归说，为什么要这样子？都已经五年了。因为收视率不好。因为我们要刺激收视率，收视率不好。对啊，没办法，替我们担心。对啊，那你砍啊。说什么？我们也是开草原老。那你们觉得如果你们如果是想要新闻点，新闻点，就把真的开草原老给换掉。少有哥先休息一下啦。然后再把那个占最多薪资的也换掉。那两个重叠在一起。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哦，我觉得李毅哦，是绝对会。我们会邀请一位真的已经确定要加入我们阵容的主持人替代这位成员。